剧本的吻戏还好，但后来拍摄的时候感觉变得很多。导演都说啊，你们是亲够了没？上礼拜亲，因为我们大概从对，怎样上礼拜开始就是开始甜蜜了。嗯，那甜蜜很多剧情，我们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小心头靠太近，那就会顺势亲一下，然后继续演下去。就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。